复兴号抗高寒的动车组列车，设计时速是350公里，能够在零下40度的环境下运行。 这一个地方呢，就是这一趟列车上专门为我们使用轮椅的，还有一些残障人士所提供的这样一个专用的区域。大家可以看到哈，我们这边车厢边上还有安装了一些这样的一个扶手，它有一个非常贴心的一个设计，就是它的这个开门的按钮，它是在这个一个比较适宜于我们使用这个轮椅的这样一些人士，他们开门所使用的这样一个地方。同时呢，这个按钮上面呢，它是使用了这样一个盲文的这样的一个设计，所以可以方便我们一些视力不好的这样的一些人士来使用。